如果这个话筒用我们下面这些来做，等它稍微干一下再去管它。下面我用的是一支这个叫吸去笔，这个笔它说是画水，其实啊也可以画什么，画远处的小树。你比方说我现在哈，在这个墨里比较浓的墨里，我调了一点什么，调了一点这个山绿色，我画什么，画远处的小树。这样利用这个远处的小树，我们把这前面这些树全部要把它怎么样，要把它衬出来。你比方说现在画到这里，这个树，这个最大的这个树，它是向这边斜的。那我们在画这个松树的时候，后面松树要注意它的一个迎合啊，它往这边，我就往这边。但这个树不宜太高了，你这太大跟这个房子的比例啊这些都要产生一定的关系的哈。因为这个吸去这个笔它可以，你看画很细的线条都能画出来。好，通过这个树感，你比方说我这里进来以后，我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进一个树感来，再变换一下。其实啊，就是通过这个树感，我把这两棵树就把它给分开了。但这里比较密，我不能一直这么密了，所以我这个地方马上我要怎么样来？你看，又向反方向出这么一支，这一支一出，你看它就协调了。行笔，每一笔都要基本上哈行到位。然后通过这个树的浓度，你看我这么一蹭，这个树就蹭出来。